883+FM 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范范范玮琪。在享受新加坡美食，范范现在瞬间这边都已经涌溢出很多，分泌出很多口水。比如说像这个面包鸡呀、还有那个螃蟹，然后里面有冬粉的那种，太好吃了。还有 chili crab 啊，还有啊邦德啊，都是我非常非常想念的美食。快点，快来找我，让我去新加坡。你的音乐，你的电台，883+FM。